以下节目内容涉及成人情节及不安画面，敬请留意。歡迎大家嚟星期三嘅大院有落，今晚亦都係一個月流血不止。又嚟啦！啱啱噴完鼻血之後，就流血不止啦。冇錯，今日係一個好體液交流嘅一晚咯。係咁驚咩？因為頭先應該好多體液出咗嚟啦，瞬間樣本球之後，咁今晚就會嚇到嘔啦。我見你出咗個Disclaimer， 係啦，佢話乜嘢話？即係以下情節會令到人有好不安啦。因為無論個畫面同埋我之後會用嘅 language 去 describe 啦。點解又我坐喺你隔離嘅咧？係因為阿牛先生想你交託俾我照顧啦。跟住啱啱阿麥理浩就問啦，點解要出咗嗰樣嘢嘅咧？跟住我如就話，如果我照出咧，可能會被接台嘅。係會被接台。係啊，因為今晚的而且確係會 warning 大家先。如果大家食咗飯嘅咧，咁啊扣喉嚨啦；未食飯嘅咧，咁你今晚都快扣啦，快扣噶啦，係啊，即係同埋擺定啲盤啊、膠袋啊喺側邊。今晚有族友睇呢啲嘢都追到咧，你真係好嘢。係啊，追完又嘔，其實都幾難受啊！嗰下反差好大咯。係咯，嗰啲咪會肥咗。唔係你又驚，我哋叫翻佢兩個出嚟咪得咯。係啊，咁但係啲情緒好緊，都又低，即係又咁樣經歷唔到啊，會狂躁啊。嗱，我哋今晚咧係講冚家產嘅。係。真係冚家產，兩單係。我哋就兩單嘅案件係講滅門。咁其實即係啲人都話：喂，你鱷魚你都係做奇案，你都唔係好差，做得幾好啊！即係成日都 angle， 但係其實好難嘅。即係我唔想抌乜太多資料，但係每一件案件裏邊，我純希望係可以揾到一啲唔同嘅另類嘅嘢可以講到出嚟。不過講真，你而家我打一間我講嗰兩件案件出嚟咧，其實基本上互聯網抌咗好多節目都講過。係。但你有咩方法係可以唔同啲咧？唔同啲咧，或者係用一個 angle 會講出嚟咧咁樣。咁我唔想擠擠都即係代入咗個兇徒裏邊咁嚟嚟去做。咁試下代入個死者啊！代入個死者，代入個死者唔使講嘅。係啊，瞓喺度瞓一個半鐘就 OK 喎。係咯。OK， 咁但係咧，今餐咧要講冚家產咧，其實我係最怕講啲冚家產案件嘅。係，我唔知老師覺得你好中意喎。唔係啊，老師就佢啫，佢係係啊，佢中意鬧鬧係死全家，即係通常係應用喺董建華啦、曾蔭權啦同埋林正英身上邊啦。但係老師你驚唔驚冚家產嘅案件？驚唔驚？係咯，都好驚。我就好驚冚家產案件，就唔係好驚嘅。唔係，但係我係有個先天性係好怕你呢個案件，因為點解咧？即係自從我做咗人哋老豆之後咧，即係你男兒天職保家眷啊嘛，係嘛？但係你到你一個男人俾人去咗你屋企，仲將你冚家產，你攞個老婆、你嘅細路仔一個一個咁俾人殺鳩曬，即係嗰種無助，嗰種
好撚 inferior。但其實你都死埋喎，應該。佢係啊，但係分鐘你係睇緊住人哋死咯，你知道你冇撚辦法去救佢哋啊嘛。嗰種痛苦嘅感覺會係點樣咧？因為一定是制服了你，然後先在你面前做咁樣啲嘢。哇！你比死更難受。近期有間唔係喎，咪喺觀塘附近咧。個男仔諗住引個兇徒走，點知佢老婆同個女同個兇手喺出面困獸鬥嘛 lift 嗰度，知唔知有冇？哦，我知我知。我覺得真係好慘啊！係啊，即係會係咁樣嘅，即係你見到你好無助地，你見到你嘅妻小死咗，嗰種慘法已經係慘絕人寰啦，連自己都要死鳩埋。係嘛？即係你唔係一諗翻起成件事咧，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好無能啊！所以我好怕睇到呢啲案件，因為我就會好容易代入咗個死者嘅心態嚟去睇成件事。咁你就係要你個女揾女朋友咧，千祈唔好大隻過你。你揾男朋友啊！好大隻過你問啦。唔係嘅喎。唔係㗎，好多兇徒都係瘦猛猛㗎，講過好多次。放心，我哋睇得呢啲多咧，識睇人。好啦，今日首先要講第一單就是喺發生喺1987年嘅嚟料啦。好啦，我哋播下台長條片俾大家睇下先。葵涌警察宿舍滅門案，1987年4月7日，即係香港前港督魏奕迅爵士抵港就任第27任港督嘅前兩日，葵涌警察宿舍 B 座501室發生咗一宗連隔夜飯都嘔埋出嚟嘅恐怖滅門慘案。一個一家四口的家庭慘被冷血冚家產，連細蚊仔都不放過。死者分別為37歲的差佬鄭炳和和其30歲的妻子李鳳明，兩人的10歲大女鄭婉文以及其5歲的細仔鄭子傑。慘案由男户主兩名上門造訪的同僚揭發，兩名同僚到達鄭宅門外時，發現單位鐵閘並未鎖好，木門虛掩，單位內更發出陣陣濃烈的臭味。兩名差人深知今次撲街大撚鑊了，馬上進入現場，單位內的殘酷核突影像仿如虎豹別墅，那個人間煉獄嚇到兩人夠都縮了。凶手殘忍的程度固然駭人聽聞，其佈置的殺人設計更加狠辣。當法醫伸手揭開冚住鄭炳和屍體的棉被的時候，突然間觸電彈開，經檢查下，原來死者床底的彈弓竟然被人接駁電源，改裝成一張殺人的電床。四名死者身上有多處不同程度嚴重刀傷，男死者面容被削過稀巴爛，喉嚨被割破，女死者整個頭部幾乎被斬甩，掛在背脊上面，兩名細路身上的刀痕更加是穿透身體，直插穿床板。差人在兇案現場找到5把刀，當中有一把是被沖洗過的痕跡，而差人更在餐桌上面再找到一張被鐵錘壓住的字條，上面用毛筆字寫字「借錢不還，殺人全家」，並署名「桂李王」。案件交予有組織罪案調查科負責，死者鄭炳和和多名同僚被請去傾偈，其中3名 PTU 差人更加是死者的債主，但是案件苦無頭水，一直未有突破性的進展。直到差人發現女死者李鳳明原來紅杏中出，出面有契家佬，案件才有突破性的缺口。剛才有沒有聽到那個女死者個媽媽個死法啊！哎呀，斬得個頭咁滯咩？掛咗喺背脊啊！話應該我哋會講講個兇案現場會係點樣嘅。好啊。咁但係咧，你諗下咧，你係冇可能見到啲 upside down 嘅。係。如果個將個頭掛咗喺後邊咧，係啦，即係話咧，你個刀咧係將喉嚨割開咗啦，將頸骨斬斷，因為你跌落嚟嗰陣時咧，個頭咧就揈咗喺後邊。而你的雙眼呢就永遠看到後面了，而你因為頭部倒掉了，你看的影像全部是 upside down 了，明白嗎？我明白啊，明白，我沒有幻想你的情景，幻想一隻公仔卡通人物，但是因為你死的前呢，你其實是會見還有一些影像會見到的，即你所以我相信女死者死的時候是見到一些是 upside down。 但你斬到這樣都不會啦，頸這個很多大動脈的嘛，你斬其實沒有了，大動脈不是要立刻破壞腦嘛，但是動脈啤啤聲流血，
將啲血流光之後，即係你仲會睇到嘢啊嗰刻。個氧你去唔到個腦，你自慢慢死啊嘛。嗯、即係佢換句話講，佢仲有一段短嘅時間咧，佢係離流狀態咧，佢係清醒嘅。可能幾秒咁樣咯。唔止30秒多嘛？30秒左右。係啊，30秒內眼仔碌碌。即係換句話講，佢突然之間死前咧，佢30秒咧係見到啲係噏曬。即係成成個頭甩咗。同埋隻眼會記錄咗嘅影像咯。即係成個頭甩咗都係睇到30秒嘅嘢嘅。咁你啲神經會即刻死啊？係咪因為個腦幹你？食雞卜一聲升㗎嘛，你係會慢慢咁樣開始一路變暗咁樣消失㗎嘛。哇！好核突啊！你第一次個 pass out 未㗎？咩啊 ？pass out 暈低啊！暈低，冇試過暈低。你係會見到好多啲一條條線一條條線咁樣雪花咁，跟住卜一聲暈咗。小飄屎咁樣。大家有冇試過入去急症室，或者係去過做手術，俾人用絲蒙汗藥麻醉？哇！我試過有麻醉過。麻醉就係突然之間咧，好似幻瞓咁樣。熄個燈，係啊，忽然間卜啊！我試過。咁換句話講，佢係喺死前嗰30秒，佢就會見到影像掉倒轉。係。跟住可能見到兇徒繼續去再殺家裏邊嘅人，然後熄燈。即係換句話講，佢走嗰陣時咧，係一定係 agony， 係痛苦到極限嘅。可以想像得到嗰個恐怖場景係點樣？揾到啦。嗱，而家嘅葵涌警察宿舍咧已經係唔存在㗎啦。咁我哋去睇睇嗰個地方係點樣。嗱，各位族友，我而家身處葵涌。某一個停車場，我揀了比較高的位置呢，因為方便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身後面比較遠的地方呢，就是這個葵涌的警署。而它前面的呢，那個大爛地呢，它前身呢是葵涌的已婚警察宿舍來的。那在87年的4月7日呢，這個差人鄭炳和一家四口呢，就是在後面的以前的警已婚警察宿舍的 B 座 501 室呢是遭到滅門的。他的太太李鳳明和他兩個小朋友鄭婉文和鄭子傑呢，都發現在他們的案發單位裡面呢是被人殘殺了，而死狀是極端恐怖的。據了解呢，這個鄭炳和呢，他是曾經做過便衣，但是因為債務和賭債的問題呢，他自己呢是降回去，去申請是調回去做 PC 的，做回直情是做回便衣軍裝警員。亦都後來呢，他不想再接觸一些即是在查案上面可能有一些的利誘啊，亦都或者是可能是接觸過一些江湖人士啊，還是怎樣都好呢，他自己申請了做一些與世無爭 的職責，就躲在差館裡面做廚師。咁而佢屋企嘅家庭狀況咧，亦都唔係見得好噶。兩個小朋友，一個4年級，一個幼稚園，時常欠交功課，操行亦都唔好。而兩位嘅父母咧，似乎對佢兩個小朋友嘅學業咧，係都不聞不問嘅。甚至乎有時係缺乏交學費添。而佢嘅死者嘅太太李鳳明咧，更有多次的離家出走的記錄。而到警員上上面發現兇案現場呢，亦都發覺他們的屋企裏面是很簡陋，沒什麼雜物。而對再之後再深入調查呢，無論這個鄭炳和和這個李鳳明兩公婆呢，都有不為人知的陋習，亦都欠缺很多債務咁樣。兩夫婦亦都有因為家庭嘅問題啦，成日爭吵啦，而佢太太咧更有多次嘅離家出走記錄嘅。咁究竟鄭炳和嘅屋企係咪因為債務嘅問題俾大耳窿上門追債而殘殺佢哋啊？而定係因為兩夫婦嘅不和，或者佢太太喺其他嘅原因令到有仇家？或者是鄭炳和他自己在執法的時候，做警務人員執法的時候招惹了另外的仇家要上門殘殺他們呢？回到直播室我們再跟大家分析。其實這個鄭炳和呢，都是一個廢柴差人，是啊，即是到30多歲還是做 PC 仔，還要賺那麼多錢，由便衣轉回做軍裝，
係燉冬菇嘅。燉冬菇嚇，咁你佢另外咧，佢曾經係試過揸人哋沙五雞嘢，五雞嘢還揸五雞嘢，五雞嘢冇多啫。咁咧，其實一雞嘢咧係識嚟嘅，但係嗱，我講真87年啊，講真，87年啊。咁佢要揾埋啲誒師兄弟咧去幫手去傾傾嘅，就減到咧收三雞嘢就算數啦。即係截咗數，截咗數就算數啦。咁你佢咧啲嘢都唔見得咧係好好，即係 finance 上面係好好嘅。OK， 嗱條撚樣咧娶嗰個老婆咧，亦都好似好老實講，亦都唔撚你屋企啦。係啊，係嘛？小朋友係完全係唔交功課，係啊，欠交學費，操恨又唔係好，又唔翻學，又唔翻學，係啊，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亦都有人話過咧，好少見到個太太。仲要離家出走幾次？離家出走幾次？都已經唔翻去，點樣構成離家？當陣時呢、這個鄭炳和咧，佢嘅身家咧係6000元一個月收入。6000元喺87年咧，其實唔係差嘅。因為小弟去到93年翻香港都係揾7000元嘅。哦。嗰陣時應該睇先，87年啊，87年嚟，係咪4000元到咧？兩金。係嘛？係咁上下。咁但係咧，點解佢會轉翻翻去做去住做做廚師咧？據講當然係慳錢啦。係。亦都係攞到嗰個宿舍啦。亦都係因為咧，其實佢太太咧係曾經係佢嘅先人好中意玩嗰個地方去做翻工嘅喎。去過啫。夜總會，夜總會啫，係啦。喺邊個場啫？富麗華啊嘛。富麗華，佢係喺嗰度認識佢太太嘅。佢太太以前咧係做小姐嘅。OK。咁識咗個小姐之後咧，咁啊娶佢做老婆。咁成日搭沉船嗰啲人。係啊，都成日都沉船。係咯。咁撲街喎。咁而最大鑊嘅問題咧，佢成日同人前人後講咧，哎呀，除咗錢我滿足唔到我老婆之外咧，我連性慾都滿足唔到我老婆啊。咁佢都好冇用喎。都幾撚大撚鑊㗎。係咯。係嘛？咁你再跟埋做差佬，你真係陀炮又威啊！係咯。屌你老母，你就支炮廢嘅，但係支炮又廢。同埋你走去就做廚師，冚家祥，你走去警署裏邊做廚師，支炮又廢，自己本身支炮又廢，係啊，咁你屌你老味，咁點搞咧？咁我老婆成日都走嚟走去，咁佢後屘就話個老婆咧。亦都係因為食唔飽，亦都餵唔飽。咁其實而家我唔使你出去啦。呢個係真係你加落去嘅 comment 真係真嘅，真係真嘅。咁佢話我做廚師申請咗宿舍，你唔使出去跑數跑得咁緊要啦。你入嚟同我一齊住啦。係，純粹係咁樣嘅。咁但係喺成件事裏邊，究竟有幾個疑點會出到嚟啦？係佢自己嘅仇家，係真係大耳窿上門啦？定係情殺咧？係。咁佢後屘咧？係 find out 到咧，佢太太依個李鳳鳴咧，出邊咧喺阿仙人好中意玩嗰個地方。佢強調仙人好中意玩嗰個地方，係想話佢淨去過一次。其實仙人係有好大嘅機會咧，喺87年裏邊咧係帶個佢出街埋咗佢。可能見過都唔定嘅。應該唔會。應該，我覺得仙人有機會有接濟過佢係你恩客嚟，你係佢恩客嚟嘅。Anyway， 仙人。唔緊要啦，死者已矣啦。你唔認就算啦，我當你有噶啦。好啦，咁究竟係邊方面咧？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咧，所有差人上過佢上門去調查嗰晚，發現死者個案發單位咧，係個個都嘔到撲街嘅。係。咁好啦，我哋播翻一段廣播劇出嚟，係俾大家了解一下當日上到門之後嗰個案發現場係有幾撚咁密啊。好。葵涌警察宿舍灭门惨案，案发单位面积不大，只系有320尺，屋内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入门口就系冇间隔嘅厅同埋房，所谓嘅房其实只系单位右边嘅一张碌架床同埋一张双人床，所谓嘅房其实都系单位右边嘅一张碌架床同埋一张双人床，而个厅只不过系左边一个贴墙组合柜同一张饭台同埋四张凳，单位另一部分系一个小露台，露台位于单位嘅右边。廁所在露台的左边，而厨房则在廁所的左边。重案组探员虽然已经步步为营，但是留在地上的血液和尸水无处不在。探员用来包鞋的胶袋主要被那些恶臭液体浸到一塌糊涂。探员的目光已经在屋内的两张碌架床和双人床吸引住。碌架床上下层都有一具发臭的铜尸，而双人床近床尾那里亦都有一具男尸仰卧。而碌架床上层有一具女童的尸体以仰卧姿势躺在床上。身上有多处明显刀伤，
碌架床下层有一具男童嘅尸体，以向右侧卧、面向客厅姿势瞓喺床度，身上大处明显刀伤。而碌架床旁边嘅一张双人床上边，有一具男子尸体，以仰卧姿势瞓喺张床度，双脚垂出床外，身上有明显刀伤，咽喉被割断。当法医官用手触及尸体时，突然触电，令佢大吃一惊。三具尸体已经严重腐烂，相信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但尸水仍然不断在尸身流出，滴答滴答滴答地滴在地上。站在最近露台的探员一转身就发现有一对脚在厨房门口伸出来。重案组探员都见过不少恐怖场面，更加参与侦查香港屠夫林过云一案，但是他们都不寒而栗，现实情况的恶劣可想而知。单位内的厨房地上面发现一具女性尸体，以俯伏姿势倒在地上面，死者俯伏在地上面，但是头颅却在死者的背部，面孔向上，因为死者的头颅几乎被人从咽喉处斩断，仅如颈后的一层皮肉，令到头颅和身体相连，相信死者倒地的时候用力将头颅向后甩，令到头颅搁置在死者的背脊上面。而差人在客厅饭台上面发现一张用铁锤扎住的纸条，那张纸条是用毛笔字书写的，上面写着十七个字：郑国明欠债跪你不还，攞你命，跪你王包杀。差人亦都在露台和厕所之间的墙壁上面发现一个血掌印，鉴证科人员努力将它拖出来带回化验所化验。探员亦都在单位内搜出五把验血的利刀，包括两把菜刀及三把生果刀。当探员陆续检租屋内物品的时候，发现男死者的双人床，床里面的金属弹弓被人接上高压电流，一条有变压装置的电线连接床边的电插座，令到床褥金属弹弓充电，难怪男尸体的身体会带电啦。八二是我哋平时的插插苏的电波嚟噶嘛？诶，唔系二八二，二八二系八二咗弹开啊？唔系，我系八十年代尾可能尾声噶喎，好似咪二八咯？喂，香港不嬲都系二八，冇八二嘅。佢突然间哦话增加个电波噶嘛？嗯。冇去得咁勁啊！好啦，大家聽完之後有冇發覺有一個奇怪嘅地方咧？嗯，好核突啊！唔係突啲係必然。我想嘔。我覺得電。嗯。唔係點解忽然間會有薄電咯？就係、是。仲有咧？我冇諗到電呢個問題嘅，我就係會覺得通常爭你爭人錢唔會恐嚇你嘅啫嘛，其實殺咗你無補於事，都係攞唔翻咁。係攞唔到錢噶嘛。同埋唔會咁白痴，我殺完你仲同你講係我殺你噶嘛，咁寫喺度係冇意思嘅。嗱，最撚得意嘅地方你都中一半啊，先人你講先。即係貴，我啲爭個貴你啫，我至多斬個樹枝，最多咁冚家殺曬。係啦，係啦，點解要咁麻煩？貴你一定會做呢啲嘢，使乜做咁多嘢咧？佢就攞翻錢啫。孭一條人命坐幾多碌住得個代價。佢追翻，佢追翻條數嘅啫嘛。啱啊，大家依個都係好撚成立嘅。另外第二樣嘢就係話，有個名叫鄭國明，嗯，但係佢不嬲個名叫鄭炳和，嗯，鄭國明係佢好以前好以前嘅名嚟嘅。係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先人你以前叫做咩名啊？歐文森啊，你唔係我叫 BBG， 即係你個名係冇人知噶嘛，你舊個名係冇人知嘅，除非同佢好 friend 好 friend， 即係有一段深交你就知道。會唔會識佢老婆？因為你有懷疑過，可能係佢老婆出面識嗰啲人，可能係老婆同出面嗰個人講嘅咧。因為第一樣嘢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點解你會冚冧人全家？係咯，冇需要啊嘛，筆係咯，墨盒。用端莊的字體佢寫低鄭國明殺你全家跪你皇上咁樣樣咧，係咯，即係依個係好奇怪嘅事。仲要流血掌印咧，仲要流血掌印，但係血掌印咧就係好可惜一樣嘢，就係嗰陣時未有指模啊，唔係啊，係當差人上門嘅時咧，其實已經係冇辦法辨別到究竟四個死者要死咗幾耐，係裏邊係你知唔知裏邊一個好核突嘅現嘅嘢係點樣？你聽個水滴聲係點樣啊？有時我哋嘅水喉咧係滴答滴滴，好緊係 noise 係咪？喺個碌架床上面嗰兩個小朋友撕水滴滴，跟撚住個雙人床個男事主嘅撕水滴滴滴，已經死咗 ，suppose 係已經乾身，但係屍體進入咗另一個腐化嘅程序裏邊咧，就會流水，係流水。哇、哦！好臭啊！嗯，好啦，點解啲差人會嘔撚到撲街咧？嗯，我播以下條片俾大家睇下，就知個屍體腐化嘅情況。唔係啊嘛！嗱，各位大家未食飯嘅，快啲啲食；食緊飯嘅，其實吞撚咗佢，或者食飽咗嘅，拿定桶準備嘔。嗯，當一條撚樣拉柴，佢嘅身體就會開始不同階段嘅腐化。
当心脏一开始停了跳动，皮肤开始因为地心吸力令到血液聚集在尸体的底部血管，该处的皮肤出现紫色的尸斑，身体开始僵硬，俗称尸僵。跟住，由于全身的软组织开始腐烂而释放出大量气体，尸身的腹部及阴囊开始膨胀。因为尸身里面的气体气压上升，身体里面的液体俗称尸水就会从喉头经口鼻溢出，而尸体里面的肠胃亦都因为气压的受压，令到胃内的食物溢出口腔之外，俗称死后呕吐。稍后尸身出现尸虫，大量的身体组织会被尸虫吞噬，最后更进一步腐化，身体的组织会开始腐烂脱落，最后只剩下一棚的尸骨。每种人种的尸体腐烂程度阶段其实是一样，但腐烂程度就会因外围的因素影响，如温度、环境及致死原因。潮湿炎热是会加速尸体的腐烂，而寒冷就会令腐烂的程度减速。会发胀喎！头先记唔记得个案发现场？阿台长讲嘅系几时啊？四月，四月就系春天，仲要梅雨多，即系湿湿地喎，湿湿地，湿度极高，梅雨最多嘅，冇错，落雨，同埋系潮湿，回南天，系啊，即系换句话讲，由十几度突然间变咗廿七八度，嗯，咁你闩捻埋门，困捻咗几日，空气唔捻流通，系。咁屍體進入咗一個地步咧，就係佢嘅氣壓壓撚到佢啲每個突然之間有一日停咗，啲屍體會屙翻曬啲嘢出嚟，好核突啊！跟住開始膨脹，係啊，我嘅氣壓亦都壓到血管咧，有啲血泡，嗯，出嚟。你點解每次噴嘢都會噴中我？係啊，唔好意思，顏射咗嚟。有啲蟲。攬出嚟，應該差不多未有咁快出，但是你想下個屍體已經是全部，因為身體裏邊咧，其實我哋嘅身體裏邊胃裏邊有食物嘅，因為佢一發酵咧，就會製造咗好多氣體出嚟嘅。咁換句話講，呢啲屍氣咧會將個肚咧脹到好大。咁啲氣咧點樣出翻翻嚟咧？用個口。突然之間啲屍死屍會咁樣噴啲氣出嚟，甚至無喺個死屍嘅肛門裏邊咧，亦都係放屁咁樣噴翻啲屍氣出嚟。氣壓大到可以脫光，係啊，咩叫脫脫咩？成個 rectum 成抽腸噴緊咗出嚟，係啊，嗰啲片啊，湯鰭魚嗰陣時嗰啲腸爆到飛起咁，係啊，係啊。嗱，我會跟住俾一啲逐個逐個 stage 嘅屍體 decomposition 出嚟，你可以 imagine 得到咧嗰陣時嘅差人見到嘅景象會係點？係極度 violent， 係極度核突嘅，大家有心理準備。好，嗱，呢個就叫屍僵，真係要睇落去咩？你睇下佢身體已經開始出現屍斑啊，紫紫地啦，紫紫地啦。點解會出現屍斑咧？其實因為 gravity 嘅問題，你知道血會停啦。大家有食過豬紅係咪？因為血會停啊嘛。但係因為你壓撚住個身體，啲血去某個地方流動嘅情況之下咧，就擳住咗佢，就之後停咗就會出現一啲紫色嘅斑塊啦。好啦，俾大家睇下真正嘅屍斑會係點。哇！屍人好似你去，呢個係真㗎，真㗎，屍人拔罐都係咁樣樣，係咯。哇！你拔罐都慘喎，大佬，扎住咁。係啊，扎，因為佢扎撚住個身體咧，啲血去撚曬個身體某部分。嗱，你睇咩見到佢嗰個深色咗一點嘅？深色有啲係冇深色咧，嗰啲可能浪鳩氣咗，凌空咗，凌空咗。佢會聚去另外一邊。佢瞓喺度嗰陣時，可能係個身體咬咗，所以啲血就去唔到嗰度，就聚曬喺條腰嗰度。而大家睇唔睇到點解中間有條 belt 啊？佢 belt 嘅形狀勒住，勒撚住，啲血擠撚咗其他四方。呢個女死者好啦，再去咁呢個亦都係因為有啲唔同嘅屍斑。嗯，好啦，再去睇下啊！點解要睇啲咁嘅嘢啊？當死咗之後咧，佢眼瞳孔係開始混濁啊。嗯 ，OK， 你見到個隻眼睛咧係睇冇靈魂噶啦，已經開始混濁白內障，好似白內障咁啊！白內障咁樣。嗯，好啦，嗱，我相信當日呢個係人嚟嘅。我想話點解佢腫咗嘅？嗱，因為係咪就嗰啲水泡？嗰啲氣泡，氣泡出咗嚟。你當日我相信當日嘅屍曬人上到見到嘅屍體咧，係唔淨止係咁樣添嘅。係啊，已經係發脹嗱，同埋發脹咧，男性同女性係有唔同嘅。嗯，男性嘅陰囊咧係會脹到氣球咁樣大嘅。
即係個春袋啊！即係春袋，即係我純粹，屌咁咩學術性下啦，春袋唉。阿宇，你唔係要斯文啲咁樣？乜嘢音浪？你睇下佢隻手，一隻 Casio 嘅錶，你睇下側邊兩邊發著嗰陣時，一錶擠咗出嚟個感覺會係點？你諗下見到個小朋友，可能佢戴住隻米奇老鼠錶，嗯，就係會擠到隻手，隻手指隻隻都腫到香牙焦咁樣啊！好啦。哦，當佢嘅血管佢個嘴啊開始膨脹，嗯，跟住啲血液咧就喺身體嘅所有嘅窿上面流出嚟。大家睇下佢嘅左眼係咪血跡喺上面流落嚟已經，嗯，啲血就會噴出嚟噶啦，已經會。OK， 我哋再去。即七孔流血就係咁樣嚟。嗱，呢個叫綠斑，嗯，綠斑係點解啊？綠斑係嗰啲其實嗰啲硫化氫嘅即係屁啊，屁同埋啲血溶蛋白溝埋一齊，因為你一路咁樣開始腐爛會有氣體出現，咁有啲血咁會同啲。氣體混合咗咁樣咧，就會變成綠色啦。係嘅，即係、okay. 即係依家近一重嘅 stage 嘅 C 班嚟。係啦，係越嚟越多啦，會變啡變白。好啦，我相信當日去到就係去到依個 stage 啦。哇！呢個幾日㗎？即係佢嘅氣體壓撚曬身體裏邊嘅 fluid， 係喺眼耳口鼻滴曬出嚟，滴答滴答滴答噴出嚟。亦都喺肛門裏邊開始噴出嚟，因為而家係一個 liquefy， 身體裏邊已經係流水嘅跡象嘅 stage， 屍體開始變黑，黑曬呢個係，而更大嘅 stage 開始出絲蟲啊，係咪變黑咗先會有絲蟲躝出嚟啊？因為點解咧？你通常咧係有第一隻蒼蠅咧去到個身體裏邊生蛋，生蛋，然後咧就食用佢嘅 flesh， 即係佢嘅肌肉咧，然後先可以變到絲蟲出嚟嘅。哇！呢開花真係得，我真係覺得可以快啲飛咯！你講呢啲蘇嚟嘅話，呢個蘇定蟲嚟㗎？蘇嚟蘇誒上面面嗰啲就係蟲嘅啫。嗯，好啦，再進一步咧，好似頭先我條片咁樣講咧，佢身體裏邊嘅大部分嘅 body 嘅 mass 咧，全部會剝落。你可以 imagine 隻手啊，連皮成塊跌撚咗出嚟。嗱，大家嘅諗法就係佢當你食白雲鳳爪。嗯，嗰嚿白雲鳳爪脱咗骨之後，嗰嚿你咬完嘅白雲鳳爪，攣翻出嚟，見到骨，跟住你攣翻住嗰嚿肉，就係咁樣跌咗出嚟啦。熟果龍嗰啲係，即係你諗住同佢拖起佢嘅時候，成隻甩咗出嚟。冇錯，嗱，你咪諗得到當日嘅差人，你知唔知嗰班差人係咩人嚟？係重案組，係見慣，同埋八七年係已經係有淋過雲，睇過睇閪過噶啦，已經睇過啲閪嘅啲標本嗰啲人嚟噶，都頂唔撚順。咁你 imagine 裏邊，即係一個二個脹喺度氣球咁樣樣滴答滴答流水，跟住個發黑一地踩落去，每一步都係絲水。咁爭好遠嘅林棍嗰個係類似 kind of 好似去解剖啊嘛，同埋咧呢個亂爪啊嘛。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話，當日嘅門咧係虛掩，嗯，一開門，哇，嗰陣味道就濃烈喎。佢嗰啲差佬，據講啲差佬啊，係咁點香都頂唔順。係嘛？係啊，用香啊，最快劈呢啲都唔得，都唔得。好啊，我哋唞一唞先，俾大家休息一陣間，我哋翻轉頭再講。我都要休息。係一好細眼睛。司機大佬，聽咩聽得你咁開心啊？咖啡妹，睇你唔知頭唔知路，初嚟報到。阿叔，我梗係聽緊低俗頻道啦。有咩咁好聽啊？有濕之蛙、星期五舞女、現代豪俠傳，精彩節目多到數唔完，點止聽咁簡單啊？直頭上網睇都仲得啊！識貨喎，咁你又知唔知2288蚊上 lowjoke.com 訂閱低俗頻道就可以六個月無限次下載及重温精彩節目？而家訂閱仲送你電動城市系列咖啡杯一隻 ，subscribe 咗之後即刻到以下網址登記換領，兩個星期內就有專人以電郵確認領獎。優惠只適用於香港以內地區㗎咋？咁筍 ，Madam， 咁你咪抄我牌，等我嗱嗱臨 call 埋我班 friends 去 subscribe 低俗頻道啦！好啦，又嚟到香港馬照跑嘅時間啦！陣間跑嗰場咧就係摩852贊助嘅九龍皇帝杯啊，係1800米嘅賽事，即刻睇下我今場心水嘅馬仔先。嗱，我自己係睇好4號嘅帝女花呢只長勝將軍嚟嘅，跑親都贏噶。另外6號仔嘅馬壇新星咧，小學雞都俾人忽視咁噶，分分鐘咧快過豬肉佬嗰只咁嘅老馬噶。咦，所有馬仔都入曬閘啦，準備就緒啦喎！
好啦，一開集嘅時候咧，放頭嘅豬肉佬啦，跟住攞有嗰只嘅咧就係黃腳立，之後咧就係呢個帝女花啦、龍虎舞獅啦、小學雞射個氣仔咁噶，只只都馬不停蹄，不容有失咁噶。嗱，轉入呢個爆炸灣啊，黃腳立咧夠曬醒啊，想由外檔由內閃入去啊，但係咧俾呢個龍虎舞獅摔住佢個位啊，真係老馬都有火噶。射球氣仔因為副磅過重啊，搞到大波勾啊，進入直路啦，仲有百幾米嘅路程咧，豬肉佬開始發軟蹄噶啦，黃腳立喳喳聲上緊嚟，外檔仲有射球氣仔啊、小學雞咁起勢追緊噶。龙虎舞先首先冲过终点，帝女花同石油汽车两只马叮当码头，要睇翻慢镜先知啦。哦，睇到啦，龙虎舞先后劲有力咁样冲过终点啊！石油汽车呢个第二，帝女花输过马被打个第三。玩策略斗速度靠走位，香港马照跑桌上棋盘游戏，178元一次过体验，即刻上 www.mo852.com 选购啦。每星期13.5小时的节目，超过35位主持坐镇，每集外景拍摄，精彩剪接。其实228元6个月真系未足以为疲，全靠各位善长人翁一年嚟的捐款支持，低俗频道先可以继续经营落去。如果大家仲想支持我哋，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贡噶：网上捐款可以用 PayPal， 银行入数有汇丰银行同工银亚洲俾你拣。记得过数后，连同入数纸、姓名及电话 ，send 去 lojuksponsor@gmail.com。感谢各路英雄相助，继续频道一定会继续俾心机，制作更多适合香港人口味嘅节目，报答大家。犀利你有几高贵？讲低俗，我哋称低。犀利你有几高贵？讲低俗，我哋巴闭。有你冇你？做你自己，低俗频道，我低俗，但我舒服。